赛车是自动加速，用左下角的方向键转向哦。沿着蓝线用方向键过弯，前面弯道沿着蓝线转向过弯。前面有氮气瓶，拾取它们。拥有氮气时，点氮气按钮就可以释放氮气呢。氮气到红线时，再点氮气按钮，就能释放出完美氮气啦。欢迎来到小米赛车。
Yeah.